月份哦，五月份到底有做了什么促销 ？OK， 记得在这里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哦，促销，如果你要想买到促销的产品或者 promotion 的产品的话，记得要去哪里买啊？要去 on sales， 因为我们发现一开始五月一号、二号的时候，很多人都有的人没有买到，因为他没有去 on sales 那边买，他以为有听到朋友讲哦，你买一箱你就有怎样怎样，或者你买五箱又有什么好处？但是他没有去 on sale 那边买，所以不好意思，如果没有去 on sale 那边买，你是拿不到任何的好处的哈。所以记得得空得空，应该去 on sale 那边去看有没有特别公司有没有特别的 promotion 的 product 在上面哈。好，记得要去 on sale 那边买哈。那目前我们双亲节的这五月份呢，我们到底做了什么促销呢？有做了三个配套。第一个配套，它的 product code 就是 PM， 它的组合就 PM307。那这个 PN307 呢，就是你买两盒，这个配套里面呢，它是两盒的 Inu Plus， OK， 它送了一包的那感恩包，一个感恩包里面有五包的 Inu Plus 哦， OK， 所以它价格是736，然后价PV 是120哈， OK， 然后第二个配套呢，就是它的 product code 呢，那个配套的 code 是 PN308 的， OK， 这个就是一箱 Inu Plus 啊，一箱的免疫炉。啊，一样的也是送一包的那个感恩包，里面有五角包的那个免疫炉哈。OK， 它的 PV 是180，价格是1100。OK， 这个是通常我们给新人加入购买的哈。然后第三个配套也是给新人加入购买的大配套，我们叫大配套了哈，就是900 PV 的哦。它的这个配套的编号是 PN309 哈。OK， 那买这个配套呢？它好处比其他两个更好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可以拿到八个感恩包，八个感恩包是什么概念呢？就是里面有40包的 Inu Plus， 也就等于一盒又多了10包啊，这样的意思哈。所以现在他们新人加入，那直接拿这个配套完，那配套里面就是有五箱的免疫牛奶啊，免疫炉 ，OK， 价格是5500，然后它 BB 是900。哦，你不能商场买，你一定选这个配套的，直接拿这个配套，他直接公司就会送大包的感恩包给你哈、哦。OK， 好，所以这个我们双亲节呢 ，Parent Day 呢，双亲节的回馈呢是五月一号到五月三十号啊，记得它的时间呢，一号到三十一号。OK， 所以过了三十一号，你们在 Onsite 那边就看不到这些东西了哦。OK， 所以要抓紧机会。好，然后呢？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两个、哦、它总共有三个配套，一个配套就是叫307，它就送一个感恩包，里面有五小包的、哦、它价值是61.33。那如果大配套的话，就是八个感恩包，价值就是496.4、哦、OK， 好，有三个配套给大家选择、哦、我跟大家再详细说明。第一个配套就是它的名称呢叫什么？名称叫做双亲节感恩配套、啊、我们叫 Thanksgiving Package、哦、它的编号是 PN307。 那这个里面就是有两盒的 Inu Plus， OK， 有两盒的免疫乳啦，然后还有 一个感恩包、啊、一个双亲节的感恩包，所以这个感恩包里面就是里面有五小包的这个 Inu Plus、哦、OK， 价值就是这个它的 value 就是61.33、哦、这个就是给，所以所有的这些配套什么人都可以买哦。那有人会问我们，你们已经加入了或是已经配套满了，你们可不可以一下子拿大配套，可不可以买大配套？可以，都可以的哈，什么人都可以买， OK。 所以这个感恩配套呢，这个双亲节感恩配套呢，它就是这样子的哈，里面有两盒牛奶，一个大感恩包， OK， 它的价钱就是736， PV 就是160哈。所以我们可以拿来 maintain， 可以拿来repeat sales， 可以拿来 top up 都没问题啦、哦、甚至你可以拿来加入新会员，但是当然你买一套就不够了，你可能买这样307的两套了哈，因为 PV 120不能加入嘛，最少180对吗？ OK， 好，这个就是第一个配套。那第二个配套呢，它的编号呢就是 PN308、哦、这个呢就是Inu Plus 一箱，它的 PV 是180哈，它一样也是送一包的感恩包 ，OK， 所以它的名字叫做什么 ？Parent Day's Browse Package， 啊，就双亲节青铜配套这个名字哦。所以它这个配套里面有什么？有一箱的免疫炉，一箱啊，
OK， 然后就是里面还包加一个这个名这个感恩包哈、哦，所以感恩包里面有怎样呢？有5小包的这个士多利明义露哈、哦，所以它价格就是1100 PV，就是180哈、哦，所以这个是否新人加入？当然，如果客人一下子买一箱都 OK 的哈、哦，一箱都可以的啊，或者你拿 repeat 买一箱都可以的。OK，当然我们鼓励你，如果你可以想拿更多的感恩包，当然是买那个307，买两组嘛哈。哦买两组哈，OK，好，然后这个是大配套，它的编号呢就是 PN 309，就是里面就是有5箱明义乳哈，它的 PV 是900，所以这个呢就送8个感恩包，价值490.64 块，OK，里面就是等于有多少个小那个 sachet 啊，40的那个小明义乳啊，OK，所以它的。配套名字叫做 Parent Days Platinum Package 啊，所以它里面就是5箱的免疫炉啊，然后送8包的感恩包，OK，然后呢价格就是5500，PV 是900啊，这个通常我们给新人加入，鼓励他拿大配套的哦，他可以额外得到490，价值490的这个产品哈，就是我们的免疫炉哦，OK 好，那这个就是。刚刚给大家提醒过了哈、哦，这一只需你要拿这个配套啊，拿这个好双击节的实惠配套，只需最低736，就是买两盒的，哦就可以获得了这个价值61.33块的感恩包哈、哦。OK 啊、哦，所以它有3个配套，一个307、308跟309哦。好，所以这个 promotion 记得啊，是5月1号到5月31号而已啊、哦、而已啊、哦。OK 记得。所以它这个 promotion 的要去哪里购买呀、啊、？On sales 啊，记得是在 on sales，一定要去 on sales 那边购买啊。如果大家是拿来做 maintain 的，记得要按这个 sales and maintain order 啊，要不然你们没有那个 active day 啊。OK，好，那这边有几个范例哦，example 给大家参考的哈。新人加入就是一个新人加入，他可以，我这边有4个范例哦，有3个范例给大家参考啊。第一个范例。就是他可以选择这个双清洁青铜配套，啊，就是它的编号是 PN 308这个哈、哦，价钱是1100，PV 是480的啊，所以新人加入选择这个配套有什么好处？他可以额外得到一个感恩包啊、哦，就是这个感恩包价值61.33块，OK。那第二个新人加入可以选择这样子的模式哈、哦，他选择一个这个 PN 308，PN 308就是1100的。OK，加 PN 307的3套，OK，这样子的话组合呢，这个加入呢就是中配套，就是540 BV 哈、哦。你看180加360，540 BV 对，OK。如果有选择这样子配套的话，它就可以获得4个感恩包，就是差不多价值就是可以得到245.33块哦，额外得到的哦。那当然还有一个配套就是直接选择那个我们的大配套啊。啊，就是我们的这个 Parent Days Platinum Package，OK，它这是里面就是有5箱牛奶，它会送8个感恩包，OK，所以开额外得到价值490.64块的产品哈，OK，这个是编号是 PM 309，所以新人加入有这个3个范例要给大家参考。OK，那么对于促销，对于 maintain 呢，或对于维持业绩的那个这个 example 呢？啊，我们是鼓励你，就是选择这个 PN 307，OK，你选择一套这个 PN 307，你的 PV 就有120，OK，价格是736，OK，你可以获得的奖励就是一个感恩包，就是价值61.33块，而且你还可以得到消费积分49分，啊，因为你是从销嘛，所以消费积分照样公司照样是会给的哦。所以736除以15，你会得到消费积分49，OK，然后还额外得到了这个感恩包哈，一个感恩包，OK，然后对于升级要 top up 的伙伴想 top up 啊，top up 自己的配套的也是可以哈。那 top up 配套当然你可以一箱一箱 top up，或是用我们这个PN 307的就是双清洁感恩配套啊，你可以选择那个，譬如说以这个例子来讲哦，它 top up 多少？这个是到540 BV 嘛，或是你要先到180 BV 都可以的，180 BV 你就选择那个我们的双清洁的那个青铜配套，
要不然你就可以选择我们的这个双七节感恩配套，比如说选择这个多少组啊？三组对，三组就有360 BB 嘛。当然也可以选择一组了哈，一组就120 BB 嘛，就看你要多少了哈。OK， 然后对于消费者这块呢，啊，大家只是他可能是消费了，所以我们可以鼓励他现在开始买我们的免疫乳。你只要买这个感恩配套，你就可以额外获得61块。3.3的那个产品哦，啊，同时一个如果他是已经是过了那个到澳时间的话，他所购买的东西都是会有得到这个消费积分哦，所以他不只可以得到感恩包，而且还可以得到所谓的消费积分49哦，啊 ，only for maintain sales 啊，就是说这个客人他是按照 maintain 了的，啊，不是刚刚加入的哈、哦、，OK， 好，所以呢这边有给大家一个鼓励啊，在双亲节期间呢、哦，其实购买哦，为什么我们设计一个配套啊？为什么是两盒啊、哦？所以可以购买这个两盒，一盒送给爸爸，一盒送给妈妈啊，再跟阿丽哈、哦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身为父母啊，孝顺父母是我们每个身为子女的一个责任哈、哦。OK， 所以现在你购买两盒的免疫乳，736啊，公司额外就免费送一个5包的这个免疫乳给你哈、啊，这个感恩包。OK， 啊，所以这个可以大家学会了去推广哈、啊。OK， 然后。